那如果明天买的话，你是什么状态啊？明天买的话，当然干净了。但是我已经知道我肯定是不买了，所以我才会不干净的呀。那如果明天买的，其实我跟你说，你有时候你仔细去想一想，你真的是别人没的时候，你特别想有。但是你有了以后，你只是觉得也就这么回事。为什么？就有些东西就是没有的，就是得不到的都是好的，你知道过这句话吧？得不到的都是好的，当你自己有了，也就这么回事，懂吗？但得不到的时候，总归是会得到的。啊？世界上有很多东西，只要自己努力，都是能得到的。对呀，那你得努力呀。所以每个东西都能得到，为什么你说得不到？不是世界上，我不能保留我。世界上不是所有东西你努力了都能得到。我举个例子，能努力了，能拿不成什么，你真的拿得到不啦？能拿得动不啦？那不好的。啊？这飞机很恐怖的，会害人命的。会吧？哎，那我当最的当然可以努力一台直升机了。我努力当个军人。人家给我一台直升飞机，我开着去打仗，那直升飞机不就来了吗？你只要改掉了别人有什么，你有什么坏习惯，就肯定帮到忙，听懂了吗？啊，来看着我，能明白吗？好的好的，里面坐，好，行，加油啊！加油！你的。加油啊！